就在世界的身边，当你在眼前，足够让我去跟时间求证如愿，人生的空白也为你填满了心愿，藏不住心跳，继续从我的虚角，不见你微笑，你往后我往前，就有一直不掉，从咫尺到天涯，就算看尽人世浮华，我只喜欢你啊，总是都不懂你的面无表情，也只能追逐着你的背影，我这颗小星星绕着你的四周打转，多想进入你的心里面，你能不能把我写进未来剧情，主演写着我和你的姓名，也以一种幸运，就像电影里所有的浪漫化学反应。Oh baby， 就算世界的善变，当你在眼前，足够让我去跟时间求证永远，人生的空白也为你填满了心愿，藏不住心跳，即使从我的视角不见你微笑，你往后我往前，就有一直不掉，把剪发变假发，就算成就让人复杂，我只喜欢你啊。你好，我是物业的。我们这边检测到您家电箱有问题，怕过来检修一下。对对对，进来吧。就这儿。就这儿啊？啊，就这儿。行，那我看看啊。线路全断了，怎么可能呢？你看，线不都断了吗？是不是？这怎么也得三五天的时间吧？哪那么多时间呢？是啊，这什么味儿啊？哎呦，我的肉烧糊了，我先下去一下啊。哎哎。为什么家里没有电啊？还有三五天。爱着我的小伙子啊，你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你说嘿，爱着我的小伙子啊，你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你说嘿，不爱唱歌的姑娘啊，我明天就娶你回家。你说嘿，爱着我的小伙子啊，你是不是还要浪迹天涯？你说嘿，不爱唱歌的姑娘，我明天就娶你回家，我
明天就娶你回家。怎么样，我这儿不错吧？可是为什么你这儿有电啊？喝酒。我只喝红酒。那给你吃约了。这什么呀？辣条啊，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你尝尝。你这帐篷哪儿来的？我买的。我从小就喜欢跟朋友出去搭帐篷嘛。像你这样的千金大小姐，肯定没扎过帐篷吧？我住过。屁嘞！我才不信呢。我上一次露营还是十年前。十年？我妈过世的前一年，那时候她还没有生病。我记得她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便当。还用胡萝卜摆成了爱心的形状。我们一起去山上露营。我记得那天晚上有好多好多的星星，那是我见过最美的星空。在干嘛呢？你不觉得他长得跟我很像吗？嗯，你能劈叉吗？去，不跟他往后。哎，对了，老爷呢？老爷，按照人类的年纪，现在应该已经98岁了。如果他还在的话，小时候，爸妈不在，舅老爷一直陪着我，我们一起生活了15年。后来我去英国，就把他放到大川家寄养，没多久他就走了。我本来以为我不会再养狗了。对了。我把房租打你卡上吧。什么房租？虽然是我男朋友，但也不能随便占你便宜，不是？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的话呢，可以给我买礼物啊。我最近又看上了一个茉莉。考虑考虑。谢谢爸爸。爸爸抱，爸爸抱，爸爸抱。幼稚。他们是在站军训吗？是不是比之前看着舒服多了？你真的不是处女座？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吧。哎，对了，那个王威这两天怎么没见着啊？他请假了，说家里有事。啊，好吧。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费总，马上到新年了，咱们能不能办一个跨年 party 啊？哎，这个提议好，办。不仅要办，我们还要办一场豪华、时尚、金光闪闪的大 party。让业界看见咱们潘大科技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实力，对不对？能不能别这么浮夸？我们人又不多，就办一个小一点的 party 吧。
只要温馨有趣不就行了？嗯，化妆舞会怎么样？哎，化妆舞会好啊。不过跨年夜的场租好像特别贵，不如去我家。没人反对，就这么定了。宝贝儿，怎么啦？声音这么脏，家伯竟然欺负你了？就是，你赶快帮我回来欺负他。等着，我马上回来帮你灭了他。你真要回来？高卧底。你真回来？回来陪你跨年呀。风一样的女子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在外面待久了也没意思。火车来了，先挂了。好，注意安全，拜拜。在睡觉啊？嗯，倒时差。什么时候回来的？早上。玩得开心吗？还不错。你有事吗？没。这个是别人送我的，我不爱吃，给你了。谢谢啊。那你继续睡吧。逛超市很浪费时间吗？蓝莓还是芒果？随便。你不觉得办 party 很麻烦吗？不觉得。哎，但你为什么要答应他们在家办吗？我们可以换个地方。不行。为什么？因为我最喜欢在家里办 party。八五一，小天狼星魔杖，这是我前段时间去大阪出差的时候特地给你带回来的。你找我就特意为了送我这个？嗯。如果你拒绝的话，小天狼星可是会难过的。谢谢。你说这真的是我跑了好远专门去给你买过来的抹茶饼皮和扁桃仁酱的春草饼。为了报答你，我给你变个魔法吧。 Expecto Patronum。 你去环球影城了？周兆送的。研墨那个大学室友，嗯。哎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嘛？也没有那么好。
但是以我写言情多年的经验，他想追我。所以呢？没有所以啊，他人挺好的，谈不上讨厌，也谈不上喜欢，就那样吧。最起码人家懂得投你所好，是不是？这样吧，我们跨年的时候在严墨家要办一个化妆舞会，跟他一起来啊。可以啊，赵观潮不去吧？我哪有那么蠢？好吧。哎，乔伊，你有什么止痒的吗？999平原平止痒最快了。大川，你帮我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没？你这么不想让公司同事知道你跟默默在一块了？办公室恋情最好还是低调一点。办公室恋情怎么了？办公室恋情多幸福啊，每天都能见着自己喜欢的人。我现在一想到每天去上班能见着陈友美，我就特有动力。那你俩现在情况什么样啊？嗯，你要说有进展吧，他也有进展；你要说没有进展吧，他也没进展。反正呀，我已经赌上我全部家当了。那你这么久都没有发现他喜欢一点什么吗？反正我是看过他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他把自己打扮成了猫女。那就对了呀。喂，乔伊，你知道严总监家地址吗？我怎么会知道呢？那我发给你，咱们直接门口见。好啊，谢谢。到妈妈跟你商量件事情。一会儿妈妈回来，你不能太热情，要假装不认识妈妈，妈妈也不认识你，好不好的？你们说好。妈妈走了哦，一会儿就见哦。拜拜，儿子。你在玩什么呀？冰果消消消啊，这个最近可火了。我看他们最近都在玩这个，昨天我自己也下了一个。是吗？这边好像没有信号。不用 WiFi 呀，这个不用流量也可以玩，而且啊。过了50关之后，还有换装功能呢。你看，哇塞，乔伊，乔伊，新年好！你们今天都好特别啊，好可爱你。等你呢。Surprise！ Happy New Year！ 哎，严总监，你今天 cos 是谁呀？约翰列侬。小道，乖一点。哎，乔伊，是他呀？我瞎喊的，所以严总监他叫什么呢？小道，进来吧。
你们是在找我吗？怎么不上去？我是来给你送这个的。这个是我的辞职信，我本来想直接寄到公司的，但是想一想，还是应该当面跟你说。之前手环的设计图是我泄露出去的，对不起。我知道啊。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之前跟我说，你借资料是为了学习的，你和我保证过，绝对绝对不会把资料外泄。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是程野的助理。我跟你很熟吗？哎，你又没有问过我为什么要说啊？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毁了我？你放手，这件事情你不说，没有人会知道的。再说他们又没有证据。我之所以现在才说，是因为我想弥补过失，但是公司已经渡过难关了。既然错了就是错了，就算所有的人都知道，也是我活该。我接受你的道歉，我也不会把事情公布出去，而且我希望你留下来。为什么？你是我招进来的，你的能力我很清楚，公司现在也正是需要人的时候，而且我知道你不是因为钱才这么做的，去留你自己决定吧。谢谢你，我以后一定会加油的。嗯，帮我把垃圾扔了。我会加油的，谢谢。谢谢。下车吧，到了。我们穿成这样只是一个巧合，你不用担心。
洗手池柜子里面第二个抽屉就有夜用的，够不够？严总监家居然有卫生巾。严总监家里居然有卫生巾。我女朋友放那儿的。严总监居然有女朋友啊。严总监你居然有女朋友。严总监居然有女朋友。宝贝儿，你喝了酒实在太可爱了。你是南川吴彦祖？啊，你的货。不对吧？我要的是蝙蝠侠啊。哟，不好意思，可能天黑拿错了，凑合穿吧。哎，你等一下。你这玩的什么？这个吗？这叫 Solo APP， 上面没人认识你，我随手就在上面发了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哎，但神奇的是，居然给我匹配到了在同一思维空间的人，你要不要下一个试试？真的吗？我倒想看看，在芸芸众生里有谁能够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思维高度。你怎么来了？我妹酒品太差，我来看着她点。嗯。小刀，你已经开始不理妈妈了。你是不是以后只喜欢爸爸，不喜欢妈妈了？你这样是不对的。你看，你看，你看。等爸爸喜欢妈妈，你也要喜欢妈妈，不然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知不知道？坐好。严总监，对不起，乔伊他喝多了，我们这就把他带走。不用了。这里就是他家。我跟乔伊在一起了。我希望你们不用太惊讶，不用对他特殊照顾，更加不要孤立他，可以吗？我有几句话要对你们严总监说，麻烦你们出去一下。严默，我就这一个妹妹，求你对她好一点，别给我机会走你。放心吧，她在我这儿很安全。我最近只喜欢爸爸，不喜欢妈妈。都喜欢。哎，陈总，你去哪儿呀？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是吧？坐下休息。来，坐。还不舒服吗？没事。我去帮你倒杯热水，你等我一下。
五一，谢谢。快到新年了，我们去看烟花。哎，好啊，来啊，快点，快点，我们一起来倒数。来，快，去看烟花吧。快点！我们一起倒数吧。5、4、3、2、1。新年快乐，认识你很高兴。新年快乐。新年了，能送我一个礼物吗？行啊，你要什么？预售的和我们之前送出的2000块手环都已经建了档案，而且都有特殊标记，但是批次不同，标记也不同。一来是为了防伪，二来是方便我们售后跟踪，这点你跟售后那边交代清楚。知道了，知道了。哎，你一会儿出差，干嘛非得带我呀？你聊的那个事儿我又不熟。只有你最闲。请您进去。您去吧。来了，坐吧。王总、胡总、李总。啊，别紧张，
投资方想听你说说公司最近发展的情况。哎，随便聊聊，坐吧坐吧。各位老总，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只要把产品的口碑做好了，之前的亏损我们自然是可以赚回来的，只不过时间可能会稍微慢一些。我们希望尽快发布第二代，价格在现在的基础上调高2倍。不是李总，这不现实啊，这第一代刚刚发售，怎么会有人花2倍的价钱买功能差不多的产品？那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不是有升级的吗？啊，以后每次升级都要收费。不是李总，不费这手环的付费软件也要降价的。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这就算我同意了，严某也不同意啊。这2000个手环白白送出去啊，这部分的亏损你打算怎么办？如果不靠产品挣钱，我们怎么挣？不是，那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这样搞的话，我们的利益谁来保证？好了好了好了，啊，年轻人做事有他们的方式，不要干涉太多，我们大家只看结果就好了嘛。怎么样？不好对付吧？前辈们说的有道理。我早就跟你说过，一家公司不盈利，再好的口碑没有用。放手去干吧，啊！欢迎入住。咱们公司出差标准这么高啊？你好。你好，我们有预定。嗯，好的，请稍等。您好，您二位在我们酒店预订了一间3天2夜的新婚套房。费大春，请问有其他的房间吗？哦，其他房间啊？抱歉，目前还没有，但是晚一点的话可能会有客人退房，到时候你们可以在电话联系一下。休息吧。我进去干活。
宝贝儿，现在还在睡觉啊？都几点了？今天起太早，太困了。对了，是你又跟周兆怎么了吗？哎呀，你别提这一茬了，他每天给我打电话，不是约吃饭就是看电影，鲜花礼物还不断，不接电话就直接找上门来。我就奇了怪了，我跟他才见过几次面啊，他喜欢我什么呀？哎呀，你是宇宙第一美，需要理由吗？那倒是，我这么迷人 ，charming 精灵。不过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真的不想跟他在一起，就赶紧说清楚，别拖着。我要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谈谈了。哎，我外卖来了，先不说了，拜拜。你怎么又来了？Try and kill